不假五红还四红来着，不假抽完以后是500块钱，500块钱减300，200，200，不假四红，不假四红出可以，因为这药水啊没有吸地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可以直接出门就开始跟人拼，然后就不假四红一顿磕药，直接是一个药60来滴血，75滴血一个药，应该是75滴血，75滴血乘以4，4×7280，多280滴血，300来多血，一级比别人多300多滴血，你想想，你就上去就直接硬干。No， 打不到弱点，他应该 A 闪，他不 A 闪这波他没有机会。回家了，一血拿完差不多也就这么多钱，每回都是700块钱吧。先来两把长剑，一会儿出提亚马特，把这个卖了，等个钱，等个小药。全部花干净啊。插个眼儿，呀，亮标啥意思呢？虚空亮标，马上升了啊，升了，升了以后小卡一波兵线，哎，往前面走，把这个弱点给他卡掉，省着他正好在我们右边，一个戳给我戳着了。一 Q 走，不能打了，这个暴击很疼，不能再打了。他在草丛里边，这波上来跟他打，哎呀！毁的有点快啊，这一棍没敲下来，敲下来死了。他是传送过来了吗？传送的，交传送了。把弱点刷一下，这边有点盐啊，先嫖他个骸骨，没嫖到啊，他没有骸骨，这俩兵不补了吗？这 W 好 W 啊，哎，致命点盐，致不致命呀？4滴血，瞎逼。他直接从右边包，这人就死了。他不去，我也不知道干啥呢，搁那打石头人。你打石头人的时候，不会看看线上的情况吗？好气呀！这有什么好气的呢？我刚才跟杀他一波没有区别，他死不死已经无所谓了。你觉得刚才他这波跟死了有区别吗？
谢谢天津麻花又大又甜的游侠。你知道他少吃多少兵，少吃多少塔皮，我跟他杀他了其实没啥区别，就只是我们少点钱吧，杀他可能更好一点，少点经验。Q 一下 A 一下 EA 打破了也双 Q。别急，好送。塔下收吧，这波马上这波我们六啊，还能杀他一波，看这小子上不上来，勾引他一波吧，勾引他一波，应该能上当。塔下没人，那就是挂机了，就是心态爆炸了，才死两把心态就爆炸了。早知道我出提亚马特了。啊，对面挂机一个，中单挂机了，中单掉线了，挂机了，一共他也没死几把呀。去把红打了去，这艾克正好死了。蓝枪打蓝，我们打红，这艾克啥也拿不着。这是什么弹幕？那直接拆没得了吧，反正他都挂机了，回家出个三项还是九头蛇，我想想啊，出三项吧，出三项拆塔快一点，然后把峡谷打了。飞啥呀，停下来吧，别飞了，打个峡谷，呀，这兵者出来了，二级了，遗失的张杰，这我把兵者杀了呢，三级的兵者。Hello, nice to meet you.
靠我点盐，那能有用吗？帮峡谷先锋扛一扛啊！这个 Q 没有带耀光效果。别死！哎呀，大哥死了。拜拜。莫干辣来了，莫干辣。莫干辣干啥来了？回家了。这还挣扎什么？你说你家上单挂机了，中单掉线了，下路还劣势，玩个屁呀！这种情况啊，我说实话，就别浪费时间了。如果是中路艾克啊，优势还挺大，下路优势也比较大。这挂机了，这倒能打一打，这倒也行。这马上基地都让我拆没了。这冰点四级出来就送人头，我一把没死，居然没有这个解脱者等级高。杀你吧呢？几个人啊这是？你们这是要干啥呀这？要造反呢？我这有水银海，他们都控不住，你知道吧？大闹天宫，大闹高地，不知道是大闹天宫还是大闹饭堂。赶紧拿下，抓紧时间拿下就完事了。这种不要浪费时间。给大家来个小抽奖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啊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。